谢谢 Poga。 那下一位，你要用你的还是？好，对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， 我们是 Just Within。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跟大家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不是工程师或是软体的。哦，有声音可以吗？我首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影片。OK， 影片没有出来。好，那我先跳过。就我这边Just Within 其实是想要创造一个共享的关心的一个平台，那去找到最内心心灵的部分，就心灵的一个出口，倾听你的心声。那是想要透过网络 APP 等方式，然后去链接各个人，然后从网络世界，然后接到现实面，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找上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找一个时间，然后可以捐出来，然后去帮助可能是忧郁症，可能是需要帮助的人，那就共创一个线上关怀的热线。那这是我们的团队以及愿景。那我们的愿景是希望是有一个循环的。那从就是可以一些分享一些身心健康的内容，然后到就是可以跟 Just Within 这个平台去做互动。那互动的方式，今天是希望能够去 focus 在AI 的一个 chat box， 然后能够好像是交朋友的一个一问一答，然后去收集资料，就是大家的兴趣，然后在收集之后能够真的链接到对于这些人能够愿意互相帮忙的，然后最后就是可以 schedule 一个 call， 然后真的去跟这个人去连线，然后再自己变成义工，然后去帮助人家。那一开始当然是从免费的，就是你可以免费去得到这个服务和经验，然后再来才就是有付费，如果你想要就是常常打电话，然后就是求助的话，可以有付费的。那今天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就是 UX 设计师，网络平面的设计，或是网络后台的 iOS App 的 Chatbox， 然后传播的人才以及市场研究的人，就有兴趣可以一起来加入，那样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